古历二月初三是文昌帝君的圣诞，河滨营部福德宫呢，伫咧头个即天啊，除了聘请法师，按照传统科仪来联合举办福德爷的接受大典，甲文昌帝君的开灯发挥，嘛希望呢透过典礼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头家日子，河滨营部福德宫一透早就组织向福德爷接受的信众。真特殊的是，庙方是聘请法师，按照传统的科仪举办福德爷甲文昌帝君的开灯发挥，场面是热烈隆重。是我们中国传统农历的这个二月初二啊，吼，啊嘛是全中华民国吼啊福德伯啊吼的这个圣诞，啊咱和平夜宝福德宫吼嘛是同款办着咱这个庆祝福德爷吼伊的圣诞，啊伫和平夜宝福德宫遮吼，咱办的活动较传统。咱甲今仔日即个文昌帝君甲福德正神的即个祝寿做伙来甲联合办理，啊，搁办着咱即个吼上传统、上传统，就是像咱今仔安尼来甲请法师来甲做开香点灯的即个科仪。营部福德爷协进会志工人员嘛准备丰富奖品，由理事长林玉香主持接受点灯的典礼。河滨镇长阮厚觉、鹿港镇长吴进干、甲关议员代表拢热情参加，为接受点灯的典礼增添搁较侪光彩。大专新闻台门市河滨彩虹报道。